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浅科技，我是浅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许多微信好友的朋友圈都是三天可见，那么能不能看到他三天前的朋友圈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也有许多朋友问过我，其实是可以的。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一个方式，按照惯例，我先为大家演示一遍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个号的朋友圈设为了三天可见，我们是看不到他之前朋友圈的，但我这个号能看到他24天之前的朋友圈。因为我这个号是24天之前添加他为好友的，其实方式也很简单。如果我们想看某一位指定好友的朋友圈，那么除了他之外，我们将其余好友的朋友圈全部屏蔽。这个我们可以点开好友，点击上面的三个点，将这个不看他打开即可。这样我们在朋友圈去看就是他之前发的朋友圈了。不过这只是你们添加好友之后的，如果是添加好友之前的，他这里是没有的。只不过这个方式有点麻烦，但你真的想看某一个人的朋友圈，那么这个方式你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